晚了一步。怎么会如此残酷呢？就算是战争，也不能伤及我们赶紧搜寻一下，是否还有生还的百姓？说不定还有红莲的士兵尚未离去。大家提高警。他们是？真是太残忍了！快点救救他们！群冷酷无情的禽兽！动作快一点！快住手！你们是谁？竟敢来阻碍我们！太子殿下，是红莲国的士兵。你们竟敢欺凌无辜的百姓，我绝对饶不了你们。开始战斗后，透过视窗显示，要试着使用主动技能吗？军神之剑，雨姬的士气已经挤满了，请试着使用雨姬的愤怒技能。致命攻击！接下来使用两倍速和自动战斗来防御。吃我一拳！神剑破风！苍蓝的荣耀！身为使用一瞬间压制强敌的。军神之剑！勇者真是太厉害了！贯彻武者的信念。秘术技能吧，让你看看真正的功术。秘术卷轴，吃我一拳！战斗中一个神剑破风。结束了吗？天哪！这天舞女皇陶芷华向您请战场，这根本只是单方面的。怎么可能呢？个性还真是急躁，但时机尚未成熟。我对太子殿下，太子小心！你就不对我而言，天舞女皇才是我的上天，其他的我才不怕呢。我们必须先撤退。虽然令人气愤，但红喜说的对，我们在这里耗费的时间越多，就会有更多百姓的生命遭。勇者您好，非常欢迎您来到我是如诗，很高兴。首先我要带您前往，这里是第一个章节，而在每一个章节中第五个区域。另外各
章节的部分区域都可以获得特殊奖励。请勇者，刚刚的说明，前往冒险前一定要做好准备。透过队伍键可以随时对了秘术。好，就是做。要告诉您关于商城的情报，除了冒险之外，还有其他轻松召唤新英雄的方法哦。嘘，我只偷偷告诉勇者哦。现在马上跟我一起走吧。在商城中，不只能召唤英雄，已经猜到轻松召唤英雄，利用美说呢。获得了可可，现在来安排。勇者，若想在这里，可依照每个勇者可以。接下来表现得很好。目前是同样的，你难道这次？
无关了。